孩子们啊，让耶稣来爱你吧，不要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完美，不够聪明厉害，耶稣不介意，耶稣就是要来爱你，不管你是谁，耶稣就是要来爱你，你是耶稣的宝贝，无论你几岁，无论你有没有为耶稣做过什么，这些耶稣通通都不介意。耶稣最看重的不是你为他做过什么，耶稣最看重的是你那颗愿意回转向耶稣的心，每天都愿意的回到耶稣这里来，每天都愿意想要更亲近耶稣，更认识耶稣。孩子们啊，我们的心不要忘记耶稣，让耶稣来爱你，耶稣一直都在，回到耶稣这里来，耶稣一直都在等你回到他身边，耶稣爱你。